哎，氢弹近身爆炸只有一次机会。想得很美，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嘴巴里炸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它的吞噬能力有限，并非无底洞。流星工具兽本名为金角巨兽，我们唯一的依靠是有上帝了。吴长老，你的资料可靠吗？我有人都在拼尽全力，这是一场浩劫，但人类能够挺过去。